经就是108年的3月30日通过第一条。这今天哈、哦，今天一定要过啊！第一条，本会定名为台东县陆军专科学校校友会，以下简称本会。第二条，本会依据人民团体团体法设立的社会团体，非以盈利为目的。第三条，本会以加强校友的联系，延续革命的情谊，协助校友创业、砥砺扶贫帮助，回馈关怀村里，以敦促实现母校亲爱精神之校训，以跟我来的精神，建立服务社会为宗旨。好，各位这个没有意见哦，因为我们争取时间，各位往下参阅哦。第四条没有意见哦，有意见赶快讲哦，往下参阅。那么第七条，第七条各位看一下，第七条念一下，第七条基本会员是不是要念一下？哦，第二章的会员那里第七条，本会会员区分为基本会员、荣誉会员。一、基本会员，凡涉及或工作于本会组织的区域，赞同本会的宗旨，年满20岁，有行为能力，具有陆军专科学校校友资格，括弧包括母校前身陆军第一师范学校、陆军第二师范学校、陆军第三师范学校、陆军师范学校、陆军高中以及空军、海军的师范学校各类班别，含待训毕业的或肄业的校友，填写入会申请书，并缴纳入会费、房年会费。等一下，那个廖国富栋委员的秘书哈，王俊南秘书，来谢谢你啊，来，我们的主席啊，他是中校下来。中校下来，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哎，我是尊敬的，我还是习惯称他为陆远乡的李元生乡长。麦克风失灵。好，没有关系，我们当军人的没有麦克风一样嗓门很大。各位学长好。哎，小妹是政战学校70年班政体学生班影剧系。那其实我民国72年嫁来台东，就在台东县童话区服务。那么我周遭的都是专修专科班的学长，但是却让秋兰这一辈子受益良多，特别是在团管区那8年半，秋兰从什么都不懂，到后来笔拿起来能够写，麦克风拿起来能够讲话，然后再带动我们全县147个村里、16个乡镇是后备军人辅导中心体系，不管是干部或者是配偶眷属也好，秋兰呢都受到很大的协助跟帮忙。那秋兰在离开团管区之后呢，也在台东大学担任军训教官。那，在民国96年呢，中校退伍，那先后又到台北师范大学跟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修了2个硕士。那目前呢，在廖国栋院办公室呢担任副主任，专门来处理我们民众的陈情请托。所以各位学长，如果有需要秋兰的地方，不用客气。我会把我的电话留下，如果你们现在方便的话，记一下0915881100。那秋兰也先后在陈建的神员服务处担任过特别助理，也在邝立珍县长办公室呢担任秘书3年6个月。那现在目前呢，能够帮各位学长服务的，就是行政院在台东各部会的各项事务的协调联系请托。那这个区块上呢，请各位学长多多指教。那我的先生也是正在学校66年班，那今年就要满65岁，他可以退休了。那今天因为行程非常的多哈，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抱歉。那本来我是说都不要干预，那因为我们筹备会的主任委员很客气，所以秋兰在这边呢就短暂的跟各位问候。那我必须要赶到下一个行程，卑南乡代表会的主席，他今天娶媳妇儿，那秋兰是司仪，所以说我必须过去帮忙。就不能陪同各位学长用餐，那有需要服务的地方不用客气。我跟李元生李乡长也认识很久哦，那他对秋兰也很帮助很多。那再次呢祝福呢各位学长身体健康，
家庭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一定要活得很久，活得健康，然后挺得很久，好不好？好。好，谢谢我们副主任，她还是那么漂亮啊，还是那么美丽动人。谢谢各位，来我们总会会长，龚总会会长已经到了，来我们掌声来。我们请他上座哦。那个副总会会长是不是很重？这边要不要我们负担呢？我怎么办？好，那总会是，我们继续把这个。比较重要的跟各位讲一下，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念，啊，其他的各位参与，要不然我们没有时间哈。二王玉慧，各军种、兵种之退伍军人，具有战术本位工作，团体或个人，检具入会的申请书，经由理事会的通过，成为荣誉会员。第八条，本会会员依据规定。享有本会一切设施以及参与各项活动的权利。第九条，会员如有违背政府的法令、本会的章程或不遵守会员大会的决议者，经理事会的决议，应予警告或者停权的处分，以及危害到团体的声誉、情节重大，得经由会员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予以处理。好，等一下。好，各位，以上这个也有意见哦，意见就我们就往下看好吗？其他都参阅哈，都参阅。好，我们看第十七条。第十七条比较重要哈，这就叫选举，是我们等一下执行的选举。第十七条念一下，第十条，我们所设的干部，我们的干部哈，李建志的干部，在第十七条这边有出来，各位念，就这条念完就好。第十七条，本会自理事会理事十五人、监事五人，以及会员大会选举之，分别为成立理事会、监事会，选举前置理事、监事时，同时选出候补的理事三名，候补的监事一人，遇理事与监事出缺时，依序递补。以补足原任者未完整者任期为限，候补的理事、候补的监事当选名次，依据票的多寡为序，票数相同者抽签决定。好嘞，第二十条，二十条念一下，二十条，其他参阅哦，没有念的参阅嘿。第二十条。理事会至常务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选之，并由理事就常务理事中选举两人为副理事长，一人为理事长。理事长对内撰拟会务，对外代表本会，并担任会员大会理事会之主席。理事长。因视为会务的需要，得到会的办公，其因故而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理事长代理。副理事长因故而不能执行职务时，应由常务理事一人代理之。再来翻面啊，不能指定时，由常务理事互推一名代理之。好，现在各位，好，各位，其他的参阅哦，不是很重要的哦，我就不念了。来，那个二十一条干部的地方看一下，21条念一下。21条，本会自总干事、财务长、法制顾问各一人，其他工作人员若干人，由理事长提名经理事会通过担任聘任之。并报备主管机关查备，解聘一同。总干事及财务长应列席理事会议，并协助理监事的会议。本会依专注并设置五大
五大常设委员会、一般委员会以及保健联谊会。五大委员会分别为财务管理委员会，称为财管会；法治权益委员会，称为法权会；人力扩展的委员会，简称为人扩会；服务关怀委员会，简称为服务委会；经济拓展委员会，简称为经委会。除以上五个常设委员会，好，下面的参议员，第35条念一下，看没意见？第35条，第35条，本会的经费来源如下：一、入会费，基本会员，会员入会时应一次缴交新台币500元；二、荣誉会员，会员入会时应一次缴交台币500元。团体会员以团体名义入会，应一次缴5000元。常年会费，基本会员、荣誉会员500元。括弧，凡一次缴10000元为终身会员。以上会费于每年的1月至4月缴纳。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地址，刚好顺便记下，我们协会的地址。以后就是理事长的地址，哦，理事长地址由理事长来指定，那以后的联络处是在哪里？那就是由新任的理事长来决定啊、哦。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看第42条，是最后一条，哦，这个通过以后就当成是通过了啊、哦。这个跟业务这个地方各位看了一下，哦，他其他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要协会的功能，就是要协助。那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协会里面的校友、我们学长学弟，有好几位担任民意代表，或者担任乡长。那这些以后都可以间接的协助到我们的校友。我一直很不喜欢看到我们的小老弟坐在街头那边。然后坐在地上喝酒，没有人理他。如果看到说哦，他是第几期的，我最近会把他拿来上车，我们去哪里是比较好的？哦，再怎么样子，骨肉相同嘛，我们是同一个系统出来的哦，这是我的感想。所以说底下来看，这样子有没有意见？各位对工作计划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鼓掌通过。王宝龙。好，那个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哦，江聪明、毕叔、李正辉、吴新生，好，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哦，以上这边是我们筹备会提名的，因为我们只可以提名2/3，哦。应该因为就自由登记式哦。那提上来，吴龙、赵代忠，有人站起来一下，哎，我们看一下。来，高伟生，有人要站起来一下，我们看一下。来，李正达，余清忠。来，朱忠，李财富，这个一定很有钱哦。好，余明志，以上这18位是有登记还有提名的哦。然后，你如果这个巴东国华裔，我都不喜欢。我这里按照规定，人团我的规定。我留了15个格子给你写15个，你要勾15个，知道吗？勾十五，我们叫做无限制连计划哦，限制连计划我们不用哦，那个会很多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叫无限制连计划，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勾15个，你喜欢谁就打勾谁哦，这样子哦，好吗？哦，这个了解哦，哦，所以这有15个以上的格子啊，
我在印刷的时候都有交代。那好，现在讲见识。来，这个在第一个的哈，这个是提你的哈。来，江青辉，这个是海端乡的哦，那个很恐怖的人哦，这个人。来，第二个朱汉云，这个体重80公斤的。来，古佩布，有，好，谢谢。来，刘志刚哦，来，苏清静，要不要来？来，王庆松，没有来哦。来，王玉明，来，王玉明，来。还有林志明，总算。来，林志明。来，各位，我一样会按照规定哦。我要写五个啦哦，那就是五个。一样是留五个，哦，因为你这个都不喜欢，那你可以自己写五个，这样子有没有了解？有了解哈、哦？那个不懂的是那个不懂的是，我们准备去也请票选票了，哦，17号1票，19号1票，19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抽烟的去看一下，二，拍的去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抽烟的？叫上，叫上。11，16，19，1，2，3，4，5，6，掌门你干嘛？7，8，9，10，来，我们找一位。蒋真光票。
再报一票。许正辉票。正辉票。江聪明票。江聪明票。邱天生票。邱天生票。李安生票。李安生票。蒋贞光票。杨志明票，杨志明票，许正辉票，许正辉票，范贝祥票，范贝祥票，李财富票，蒋贞光票，许正辉票，许正辉票，余庆忠票，余庆忠票，邱天山票。蒋贞光票，蒲黄广文票，许正辉票。好，来，各位马大宣布，马大宣布啊，十三位吧啊。对，我念到第七个的时候。蒋贞光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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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电脑，蒋贞光票，六了啊，六了哦，在那就够了。现在第一个阶段结束了，等一下下面我们休息运动以后，我们要正式的开我们的大会，要正式把东西交给他了啊！请问政府同意？我再一次的谢谢各位。那现在我要把我的棒子要交给我们的会长，那么等一下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会议来进行哦，来。重看一下啊，台中县陆军专科学校校友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成立大会，那我们请主持人讲话。总会会的延伸李主任委员，还有我们工通系教务总会的会长，还有前总会长我们陈金珍副总会长，我们县府的周秘书还有我们台东市我们国都市长，还有我们农务处的这个处长，还有资金委员，还有农务处的部长等等哈，各县市来到这边来共商政局的会员团队各市长也都在这个地方，各位在座所有的学长学弟，大家平安。谢谢。真的也感谢我们实习的先生李学长，他算是设计我。这个会基本上严格说应该是开完的。因为真正担任主席的是我们筹备委员的主任委员，他是兼第一次大会的主席，必须先通过各样的尤其章程，若不通过后面的不能做所以我们是在那个章程，也就是我们协会的宪法宪法成立以后，各样的组织才能够依序进行，所以刚刚所做的一切呢，基本上都是法定程序的都通过了当然后续还要跟我们的筹备会的主任委员还有所谓的交接，还是有交接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来完成。好，在这边很感谢所有各级长官都在这个地方为这场盛会来支持。我想是不是先借用各位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长官，谢谢他们。那我们的会算是结束了。那这么多长官来这边，我想也想借用他们对我们的祝福来一一来向各位来勉励。那首先呢我是请我们台中市的市长潘国忠来为我们勉励鼓励。一路出来真的非常辛苦的，也算功德圆满了，不能身退了哈。我是你侯大哥哈，我们的过去的乡长也是我们总经理的哈。好久没听到你，还是一个越来越年轻的哈。真的辛苦你了哈。即将身负重任的也是我们金龙乡乡长现任的理事长，未来也是我们台东县市乡镇联谊会的，我们那个会长那里坐的应该有啊。还有我们是我们总会的翁总会长，我们前总会长我们陈大哥，代表我们县长的周良珍周秘书，代表议长的我们司法长司秘书，还有我们农民护士的我的自己黄大哥杨处长在我们台东县真的是未来我们的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哈，我们今天是林议员，那我们南农家的国务主任，在座的所有嘉宾，在座的各位会员亲近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在从早上六点就起来一直跑行程啊，跑到现在，但是走到一家会场，我看到我们大家的会员亲近，各个亲近抖擞哈，充满了朝气一点的疲倦的感觉都没有了哈非常开心可以参与我们陆军装备学校，我们第一届第一次的会大会哈。在座的各位先进好朋友哈你们过去在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投入到我们保家卫国的工作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非常称职也是说安定我们国家最大力量之处哈我们国家有这么安定你说去的付出真的说到大家非常大的一个肯定的哈吾乃现在我们的政府一直说轻工教育是轻的一些剥夺在权益上都一直剥夺这个非常的非常不公平未来我们维护到包括我们的协会我们大家维护到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都在自己我们要去争取的有需要我们公部门以及我们民机关的我们会共同努力提大家的权益我们共同来维护争取维护到我们的尊严其实全是社会事务了我们真的是一个尊严而已的大家说出是是是吧非常非常努力都在此国说也要借个机会向在此的各位会员先进致上对你们致上最高的敬意过去你们付出你们辛劳那我们未来我们的晚辈可以享受那种安康的生活你们真的是功不可没了未来有需要我们够所协助的地方我们会尽最大能力来为我们协会的效劳让我们的会务可以顺利运转再次的祝福今天他会圆满成功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非常的美丽真的想献福我们的周秘书来为我们勉励首先恭喜蒋理事长我们总会的翁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荣理事长各位当事长各位贵宾各位学长大家午安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之所以会称呼各位学长因为我哥哥他是陆二四校实习的跟李仁生是同学还有朱泰明那之前筹备会我们的主任委员跟我们的徐宗勇谢大哥到现场室来的时候因为我哥哥户籍在桃园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那么跟各位学长报告今天这么慎重的场合你当县长副县长必须要参加可是县长现在人正在澳洲
他去签热气球的合约。那么副县长正带领着我们的农业团队到哈尔滨去行销我们的台中的农特产品，所以两位都不在，就由我代表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恭喜李仁生李主任委员功成身退，但是马上他又要接着贴我们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他是地面总指挥啊，他也是不能闲，所以还是有重责大任在身。在这边，代表县长恭喜我们的蒋正邦蒋理事长，也代表县长祝福各位学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和乐，祝福你们，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孙秘书。接着我们请我们议会的秘书保安先生。我们今天的我们新上任的理事长，我们蒋正邦蒋乡长啊，然后我们县府的周秘书，然后我们林卫志林议员，然后在场所有的长官啊，所有的贵宾，然后所有的应该是我要叫所有的在场的老大哥都叫长官啊，因为我是兵嘛，你们是士官。好，大家中午好。好。今天哦，很荣幸，也很高兴呢，能代表台中县议会我们吴旭华议长哦，来参加这场盛会哦，我们的陆军专线学校的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哦。因为议长哦，今天行程真的很多，没办法赶过来，所以由小弟我来代表议长哦，来参加这场盛会哦。在这边我也代表我们吴秀华理事长哦，首先恭喜我们蒋正邦蒋大哥哦，担任我们第一届的我们创会长的理事长哦，然后也代表我们议长哦，祝福哦今天的所有的活动哦都能顺利的圆满哦成功哦，未来哦相信呢在我们蒋大哥哦的带领之下哦，我们的校友会的校务哦会越来越昌隆。然后议长有交代哦，说日后成立之后有希望议长服务的地方哦，尽量讲没关系，他能做到的会尽量做到。最后呢，祝福在场的所有的长官贵宾哦，那所有我们的学长们哦，每一个人都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喜乐，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马议员秘书。接着呢，有请我们马林志坚议员来问我们问题。你讲吧，自己在方面。恭贺今天普当选的理事长，也是我的学长蒋正邦蒋理事长，召集人李仁生李大哥，我们总会翁总会长陈董事长，我们台东县所有退役不管是军官士官的大家长，我敬爱的杨建和杨处长，还有代表议长的施宝郎施秘书，我们这个中央军训练校的总干事，也是我们正大学校的理事长，我的父执辈的叔叔哈，陈文全陈总干事，马兰龙家的副处长，也是我的好大哥郭茂盛，郭副处长，各位先进，各位学长，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好，说再多代表不了我内心的心意哈，大家请站起来。哎，学长，同学，哎，大家请起立。同学，不虚心，好不虚心。唱歌不打数，但是唱出我们的团结，唱出我们亲爱精神的这个精神，好不好？好。来，好不虚心。这首歌是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不管再难，我们部队的同仁一起往前冲，最代表我们的歌声。我们把它唱出来好吗？我
的精神不打数，不打数了哈，真的不打数了。我带部队带多了，我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这一刻是感动的一刻啊！哦，那我除了代表我个人之外，我也代表中央军训院校在台东的所有学长学弟啊，祝贺我们啊今天大会能够成功。将来各位都不用担心，用得上我的地方，我会好好孝顺啊！你们放心好了，孝顺我们的会，在我们大家长杨处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好不好？好，祝大家，谢谢。好，谢谢吴议员，给我们这样带动整个气氛都高昂起来哈，真的是气氛不太一样。接着我们邀请，也算是我们服务我们的大家长，我们处的处长，欢迎。各我们今天呢，刚刚当选的这个蒋泽光蒋理事长啊，我们总会的这个翁总会长，还有我们这个陈俊生陈董事长啊，还有我们我右手边的林威志呢，就是我们中央军事校友会的理事长啊。那我最左手边的呢，是我们政战校友会的陈文权陈理事长啊。那我最右手边的呢，那个是马兰农家的部主任啊，郭部主任啊。各位现场大家早。好。荣福处呢是为大家而存在的，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那各位学长散居在我们台东的各个角落啊，我们的服务的体系呢，如果呢没有走到你的家门，那表示你还不错，因为呢，我们把台东的地区呢大概分为我们一共六个责任区，13个服务网啊。有13个专责人员在照顾啊，那有些人说，哎，我都没有看到你来叫我照顾啊，因为他访视以后他会去筛选你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啊，有时候非常弱势的，那我们3天一到家报到啊，那如果弱一点的，就第二等的呢，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会到你家去一趟啊，那一般来讲。那用电话或者一年去看护一次，看看有什么需求。那不管怎么样，不用等待。各位呢，只要一通电话到荣福出来，你有什么事情，那服务就到啊。那荣福出的各大的项目呢，大概你们顾虑一下，跟各位呢有关系的，大概想一想。61岁的没有，如果61岁的，想一想可以办救养啊。那救养呢，一个月14150块。那现在呢？还在研议呢，要提升。那各位会想到说，哎，这个办的东西啊，过程啊，是不是很复杂很难啊？啊，不会的啊，各位，只要你来了，你真的有需求的啊，等一下呢再核算一下，我的服务台已经设在这里了啊，各位去问一问啊，这个就是这个就养你需求的。那就医呢，基本上我们只要是无业的。大概呢，你的就医的费用呢，你如果是未满以下，大概都不老会负责。你就是自付费用也是一样，所以就医已经不是问题了。那再来呢，就是就学，你还要读书的吗？还是你要去学技艺的？各位，荣民辅导会给你12万，随便选。哦，每一个人都有，你用不完的，给你太太用，给你儿女用。哦，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不要到荣务处找荣务处办，不用外面的训练机关就可以了，拿证照破籍太太跟子女啊，这样讲就大概可以理解了啊。那再来呢，就是退出几步了，大家可能比较有意见的就是年改嘛啊。那年改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希望这是立法院的事嘛啊。那行政机关呢只能做一个辅助，我想过去的这个年改里面大家都有一点受伤啊。那未来呢，大家团结凝聚啊，未来的立法院如果改变了，我想这个议案呢还是有改变的可能性。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就学就医就业就养啊，服务照顾全部养生送死，全部荣务处的事。所以各位呢，有的任何一件事情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不要客气，来一通电话指教，我们服务就会到。谢谢各位。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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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经安心了。那接着呢，说说我们正在校友会的我们会长、董事长来跟我们勉励。来，蒋理事长、各位长官、各位大学长们，大家好。今天本来我没有要讲话啊，是因为我的儿子明年就士官长20年，他也可以退休。他在太平，他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太平，他也快20年了。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很多的学长我都认识，都认识。那我现在除了正在校会的理事长以外，我还是接了中央军事院校校会的总干事。这个总干事我已经接了9年了，本来是要辞掉，后来那个理事长他就说，恐吓我一定要再接一下。那因为我们未来在今年，我们为什么要讲一下，就是今年我们校会希望就是说，在各乡镇我们要做校友的联谊，校友各乡镇的校友的联谊会，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校友，就是说我们譬如说我们下个月我们譬如说在金峰乡，那我们就是在金峰乡我们会办一个，就是把所有的各学校的校友，我们就把它有空的我们就把它召集来，我们吃个饭，这个大家联谊一下，这样就是说让我们的各校友会，我们现在台东县里面除了空军跟海军没有校友以外，其他的应该都有了哈。我就说希望在所有的我们的军方的这个学长们能够在这个情感的联谊上能够彼此的交流，然后呢在未来我们要执行或是要推展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军系军方的这一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想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那就是还有很多的学长都没有参加我们的校友会，我们就希望说在今年透过这个各乡镇的联谊，我们把我们的校友都是把他招回来，就像各位一样，就是说你们有这么多的学长学弟，但是真正来的可能只有10分之1，所以我们未来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就是把所有的全部要找回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台东县的所有的军系的学长们都会成为一家人。好，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今天各位的分享。现在我们先把咱们家副总来给我们点评，谢谢。首先要恭喜我们咱们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各位学长，大家好。好，我是马鞍农家副主任。那今天很高兴出席这个盛会，那也我们的大会也顺利的完成。那我这边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马鞍农家永远是各位的家啊，各位都是农民，农民的家就是各位的家啊。有需要我们农家替各位服务的地方，随时给我们一个电话啊，我们绝对啊竭诚来帮忙各位啊。如果你有需要这个我们农家任何的啊这个设施需要我们帮你这个接洽或服务的啊，也可以啊。我们只要收微博的这个物费就好了啊，场地费啊，所以这个我们目前农家就是大家的家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利用，谢谢。好，谢谢我们家的副主任啊，两个不去在外面生活，可以更大的资助，应该是大家期待的啊。那因为呢，接着我要先请我们前任的总会长陈明生总会长，也是我们老大哥啊，特别邀请他给我们点评，谢谢。江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大家午安。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台中看到这么多的校友，也看到我们校友会很成功的成立了。在这里啊，祝福我们台东所有的校友啊，大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家庭，
希望在我们蒋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校友会能够不断的茁壮成长。其实在会议当中啊，我也跟这个荣誉处处长聊了一下，我觉得啊，台东的校友真的很有福气啊。台东荣誉处看出来，他们是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校友、为我们荣民弟兄服务，是啊，我非常佩服。我们的校友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啊，真的大家有什么困难，除了校友会之外，荣誉处真的是非常这个是我们校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单位，有困难尽量去找荣誉处，找他麻烦啊，这个处长很希望大家找他麻烦，对不对？在这里啊，真的很高兴，祝福我们所有的校友啊，真的大家每一个人啊，所有活动一定要参加，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多联络，让我们这个校友啊能够，尤其有一些我们现任这个翁理事长啊，翁总会长，他有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要扶贫创富，他也非常用心，我们台东校友会啊，真的是在我们这个翁理事长的大力的全心全意的推动之下，在今天才能够成立的。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这个翁理事长啊，在这里祝福大家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你们。